三个想法的话就会出问题，就这样子。之前一个 LPL 的教练，之前带我的教练，就说了我们的问题，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吧。我们五个人有都是不错的想法，但是说不会把这个想法集中到一条线上去，就不会去认同一个人说的话，就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就看个人的，就跟排位一样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就变成这样子。然后打完之后就感觉每个人都没错，但每个人都有错，懂吗，兄弟们？就这样子，知道了吧？这就是弱点呀，沟通还是有问题。选英雄，其实选英雄是小，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有自信就好。多点鼓励吧，多点鼓励吧，真的。打比赛真的压力挺大的，哎，赢的倒好，输的是真的挺难受的。大概再看吧，大概，这不上就留他们。哦，秀的蜘蛛，现在我都要了，这局要自己分。其实大把 BP 我叫叶哥选的，说句实话，我是赞同他的想法的，因为我是支持的，我支持的。其实你们忽略了一个点，其实你们说有问题的话，我也是追番，我说可以听你的，我是觉得我是相信队友的呀，大把我是相信队友的，确实没有听教练的，我也是追番，兄弟们。我也是追番，兄弟们，这个有一说一，应该有的兄弟听到了吧？我说 OK OK， 你个看你啊，都可以的。我是觉得可以的，有自信就好了。我的害队友吗？啊，我的。我没有舔，没有舔，没有舔啊！我跟超哥一样的，我跟超哥算牌也是一样的，他之前。就打不过卡萨丁，我也是一直叫他选卡萨丁，我说你选卡萨丁没事的，没有舔啊，兄弟们，我说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这不是舔啊，兄弟们，这种就被你们说成舔了，你想玩啥就玩啥呀，最多我觉得辅助，我比较喜欢辅助玩我比较想要的吧，其他位置就玩自己舒服，对线有优势就好 ，OK， 我是这样的。有，我知道。这个破壁滑板鞋怎么这么装啊？
老子说这个英雄没有说叶哥，他妈的弹幕真的是真神经病啊，是不是？老子这个英雄，我说他人装，我说这个人装。好的，我操你的躲爷，技能就这么。哎，你们真的会牛，你们真的，哎。老子说这个人，老子排了这个人。无处可逃。来，兄弟们，明天打老大，明天打老大，打完这把开会去了。你们希望解散就不解散，就不解散，气死小黑粉，然后再进德飞，再干个 ARP 啊，可以吧？吃喝拉撒全都包，还能去玩，就这样吧。干得了 ARP 啊吗？我说你实话，你家里觉得我们能看 ARP 啊？就感觉我们能打 ARP 啊？哇，有点危险的。大哥，你要死了，大哥！这比老子穿好多。我操！我用一震一下子，下面也就全亮了。就离谱，完了，反正要啊，我累了，操，好差的下点，我接受不了，我说好绿色，应该直接啊，我闪啊，他肯定有闪，我扔这个。真是个老头，哎，没有号的，上单没得号的，到给他借一个吧，到给他借一个吧，到给阿里的借一个吧。OK OK， 让他换个 ID， 换个 ID 去聚会去吧。我秀啊！千万别杀他呀，二人头没了。明天跟叶哥一起打那个灵活，一起练。明天我也不打号，兄弟们也不打号，然后就打不完，他妈的都是演员。明天一起玩吧。其实算是都是有自己的事情，真的。我们推下路。把前锋直接丢了，我要野。哇，这猫咪好细节的猫咪，直接卖呀！我走呀，还搁这里回头呢。他没 double kill。明天新版本，新版本装备，我真的跟你们说，一个英雄很屌 ，ED 很屌 ，ED 肯定很屌。无尽速击之矛要改，不知道什么英雄。
对对对，走走走，能赢，他把能赢，啊，这把丢了。那搞中吗？七百八的左右打不过老鼠呀，老鼠加猫这边好恶心啊！我操，中单老鼠也能玩起来，真累了。我帮德莱文补一脚，给他把被动收了。还有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装？我看不懂。给他收，这个要给他收啊。啊，不要旅行，我就拿小龙吧，给队友吃。明天打完还有一个星期调整心态，嗯，交。手机打别黑夜了呀，那黑夜故意的呀，巴不得死的呀，有一说一。那黑夜，妈，我说句实话，那些罪行啊什么之类的都能写出来，我真的是打个相当于这种东西还有罪行，我操！我真的只能说离谱，还有罪行，什么各种种种之罪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就真的输了，感觉就正常的，就游戏嘛，就输就输了，下再赢回来其实一样，跟排位一样，有输有赢，那排位也是一样的，输了一把之后，弹幕就各种怎么，这里不如他，就怎么之类的，各种都有。啊 Q 吧，我操你打了！一呀一呀，妈的，这不丢一，这不丢一。我看见了。他们四个 ADD 还有点恶。肉身不灭啊，多出点魔抗，死亡咒能赢，我要等级高一点。我身强力壮，神龙更胜一筹。哎！我操，长大线这么高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